中国握所采取方，王之国，在王之国里一切皆为王物，王龙、王维、王耍、八王、习王、三王。王之地有真实，也有轻蔑，有占有欲，也有破坏欲，痴迷癫狂，云遮无脑。王之力不作时区，玩弄玄虚，从恋爱到嫖娼，从牌局到政局，从习权练武到打仗不正，从资本市场到黄海风云，人人都是玩家，或大或小，围观起哄，玩心神龙不肯散去。玩弄感情与滥竽世界，玩弄骗取戏法与大庭广众，玩弄政治阴谋与人头帷幕之中，玩弄玉石宝器花鸟虫鱼，也玩弄文字技巧微言大义，玩弄是非群蛇与同僚邻里之间，玩弄人生与声色犬马之中，玩弄烽火只讨妃子一笑，玩弄灯笼火把龙舟在月夜江河之上，玩月者八战而过，坠于血月之中。玩之里花样百出，排别淋漓，有欢乐也有悲伤，更多无聊排遣发泄。万物丧之并无大过，只要不上瘾成痴，回家败也。最可怕的是偷天换日，玩国家生命于掌握之中，又是轻轻一掷，亿万人头与一国之资灰飞烟灭，打着雪飘而去。自从皇帝开基业，多少混球玩意儿，总有人为其脱罪辩护，歌功颂德。